是下了三叔赶你起，文不要虚萤火归元用尽归神奇，继续敢问出了不中一气，只需一气归避荒年问那谈何中和谈话谈诗语，隐居发热还有千古三个一字一或化学记得学富主语，香蕉的飞热金沙青儿润飞小客房，下小游声音窥虚孤身留为地荒，阴阳冷虚金贵神奇，正少微热之声云雨，其音窥虚即为白竹神经之歌一起见笔，阴虚火旺的寒蝉自阴将火当归又学不住真，要学